去看晾根竹子来，编个篮子晒鱼干先。哎呀，哪里找嘞？这一棵啊和这一棵、啊、要两棵啊。拿两棵就两棵呗。要这两棵吧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呦，哎呦。管这一棵老啊，这棵比较好，看样子。这一棵也比较经络一点。砍得又很小心，是不是？对，免得碰它的皮。碰它的皮，到时候都不好搞了。要这么长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这根也长哦。可以可以，回家了回家了。小心点！哎呀，拿锯子来把它割掉，割掉还要破是吧？哎呀，哎呀，量一下，这一根要90公分长的，行了。哎呀，这个竹节削一下，等下好破一点。谢谢。咦，下不去呀、啊。可以，老竹子它总是有它的硬度嘛。哎呀，这一颗都破的差不多了。你看，老爸搞这个是很匀劲的。
哪要破一道？破一道，破不了，师傅不到家。技术不到家，不是师傅不到家。你会编吗？学习。有点头大了。姿势还有点像嘞。看看，咦，还可以啊，像不像？像，要完成一个才那个才叫真正的像。嗯，现在越来越顺手了吧？哎，这个肯定的吗？现在那个姿势越来越像师傅来了嘞。越来越熟练啦。编成了一个半成品，也挺快的吧。现在老爸在收口了，看看。